大家好，西红柿鸡蛋汤看似简单，真想做到汤酸开胃，鸡蛋嫩滑，这里面大有学问。今天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。首先把西红柿打上十字花刀，然后用开水烫一下，这样方便去皮。看一下，用这个方法西红柿皮很轻松就去掉了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接着把西红柿蒂去掉，然后再切成小块，准备半碗清水，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，拌匀之后备孕。再准备一个碗，打入两个鸡蛋，加入半勺的白醋，这样煮出来的鸡蛋会蓬松又嫩滑，搅拌均匀。我老婆想吃麻辣香锅，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麻辣香锅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。锅里水开，放入丸子，处理干净的大虾，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煮熟后捞出。锅里油热，放姜蒜和干辣椒炒香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，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。炒香后放入主食的配菜，放点洋葱和黄瓜，接着给它翻炒均匀，撒上白芝麻和香菜，美味即成。麻辣香锅这样做，麻辣鲜香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好了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西红柿，然后加入半勺食盐，加入食盐可以让西红柿更快速的出汁，把西红柿炒碎一点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才会更加的浓郁好喝。把西红柿炒成糊状之后加入清水，大火煮开之后加入白胡椒粉和鸡精，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再淋入一点水淀粉勾芡。加入水淀粉是为了让汤喝起来更嫩滑更好喝。煮开后再淋入鸡蛋液，用筷子放碗边上，这样慢慢一圈一圈的淋，先勾芡再倒入鸡蛋液，这样可以使蛋花更加的好看。煮熟之后关火，往盆里放入葱花和香菜，这样比直接撒入汤中更能激发出香味。把汤汁倒入盆中，再加入一点小磨香油，然后搅拌均匀，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汤就做好了。喝起来滑滑嫩嫩，开胃爽口，再搭配上这个麻辣香锅，真的是太解馋了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